我们两个真的要叠着睡，认真。谁跟我住？没有人要跟你住，钥匙在各位座位的下方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弹出了一个钥匙，我刚刚座位的下方哦。哎，我座位哦，哪里啊？纸袋，有一个纸袋。谁跟我住？没有人要跟你住，我没有嘞。这边这边，我看掉了吗？四台露营车都可以入住两位，所以哎真的没有安排，没有下面没有伙伴，可以找有钥匙的伙伴一起入住。哦，就我们两个就那个找，那我们要找谁？谁要说我们？那不然我们两个给你们啊？对啊，我们那我们两个住啊？那这样可以啊？呀呀呀！哦，你一个人住。跟小月，小月你哎，小月有钥匙，他有钥匙啊，他有钥匙，他有钥匙，他自己有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打呼组的，对对对。那我们俩一起住，好。景华还好，你有交换，对，给男丁，要谢谢江干啦，就是他应该要还你的，好像他应该还我的，哎，还是你黑色那个给我。真的真的还好，你不要又要我帮忙，又要在那边担心。不是啦，真的。到底要什么？搞清楚你要什么。我要，我要拿来。哇，好了，去。就一个床垫。怎么这么可爱的设计啊？好漂亮，在那里。你们的钥匙上有一个写二十的，是这一台。它是二十吗？喜欢我们这一台。这间吗？哎，是这间吗？这间，这间，这间，那是161。哦，里面好。哎，我们两个真的要叠着睡。认真，认真啊！还有电视哎，哇，那床垫真的放不下，放不下吗？可以，但是就是会变有一个人会一半有一半。哦，那对啊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好。床蛮大的哦。床很大，哇！哇！啊啊，很可爱呢。它真的是小床，它就是一个单人床。真的就这样一个床吗？这边还可以再编一张床。哦哦，这还可以编哦，吓死我！我想说那两个怎么挤啊？那我可以睡这，都可以，行。